第二十题，乘上体已知西塔等于40度，请问反射角 sin 为多少度？我们晓得入射角是入射光跟法径的夹角，就是这个角。那么法线是跟障碍面反射面垂直的，所以我们西塔等于40度的话，那么我们的入射角就是50度。入射角如果是50度，根据反射定律，入射角等于反射角，反射角也是50度。因此第二十题问我们说，请问反射角 sin 为几度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 50。